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姐妹花。哎呀，两妈来我们家快一周了啊，也忙活一周了，这给我们搬家收拾看孩子挺忙啊，挺北漂的啊。两妈，那今天趁咱们都有空出去逛街啊，这不正有此意吗？主要是你丈母娘马上就回去了啊，你这当女婿的不得表示表示啊。那妥妥的呀，咱也得劳逸结合，该享受得享受。哎呀，有一说一，这画面还挺美。那妈看见大苗啥烦恼都没有了。灿灿也辛苦了，自从开始上班，晚上又得剪视频又得带大苗，天天熬夜。你这个小女子，我跟你说，早睡早睡你就不停，这几天两点多了，这个客厅的灯还在那亮着，这不是没法吗？边边，你不能多干点，灿灿这么辛苦。儿子，他们两个人挺不容易的，你看整天是不、咱们做父母的再多支持支持他们。我们不是马上回山东了吗？现在你跟大哥来了、以后就是说辛苦你们了。看这俩老姐们在这谈上心了，毛哥，那收拾呗，赶紧走呀。玉贝，这小女子皮肤保持是怪好的。这我还纳闷了，这别人熬夜都是皮肤粗糙毛孔粗大，你这天天熬夜没事儿，研究化妆品还是挺有用的。那你以为呢？大苗回来了，你走。楼下这花花都开了，今天挺凉快的。你婆婆骑电动车先走了。哎呀，苗子，我们又出来玩喽！嘿嘿嘿，一出来就这样啊。猫哥他们去停车了，我先进来叫个号，怕排队太久。来挺早的了，还是得等位。宝姐，今天请客。往我身上了，又吃火锅喽！来打个招呼。嗨嗨嗨嗨嗨！今天我们家人齐喽。咋样呀？好吃。玉饼甜的脸挺爱吃着了，不走了。哎，好开呀，开心的啊。这大家都撤了啊，你是要战斗到最后一刻、人家刚才喂奶啊。乐啥呢啊，逛个街还得抱着。哟，这谁呀？这是我喵喵呀。哎，看看这老姐们儿。行，挺好的，这一身衣服都挑闺蜜装。啥也挑一样的呀。我婆婆试试粉色的。你婆婆穿着怪好看嘞，个高。我穿着不好看，你穿着也好看。我穿着好看吧。你穿着一般吧、仔细看看，咱儿子还挺帅的啊。像我，就奶奶姥姥穿这件合适。苗子给挑好了啊。这种挑的，我看一下。妈，大苗给你挑了件衣服，抓着不松手。哟，自己跟自己玩上了啊！看看这俩老姐们啊，又穿一样的衣服。可以，穿黑色挺有气质的。腮帮子脱上了啊！我们女生逛街，你们男生就等着啊！逛完了，猫哥拿下。猫哥，看你老丈人干啥去了？小杨，给安排一辆。安排呗，试驾一下，体验一下。又来超市逛逛。榴莲就这一个，都没得挑。那不要了。来一盘阳光玫瑰。来两盒雪花酥。看看伙计啊，不爱衣服就爱小蛋糕。要来一个。准备回家。兄弟姐妹们，接下来请欣赏火山家庭版模特时装秀，选啥秀啥。第一位出场的是我婆婆。现在老丈人向我们迎面走来。第三位出场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丈母娘。压轴出场的是我公公。耶、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姐妹花。哎呀，今天我也有收获，小蛋糕终于吃起来喽。